Hello， 今天呢带你们来到什么捏这里的 Broga 区彩虹露营。的 Rainbow Camp 呢，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在不同的地方一直做了，现在呢 ，Next one 就是 Broga 区了，就在什么捏这里。那除了鸟语花香，你可以包完整个地方这十多个 camp 以外呢，它有泳池、mini zoo、ATV、打白冰灯啦、打篮球啦，它有 table tennis， 然后它有 snooker， 然后它有一个 water sliding， 也是很多人喜欢来这里玩的。所以你们要在这里自己来煮东西呀、啊，还有一个小 kitchen， 或者你们自己要来这里 barbecue 啊，它都有 barbecue 的地方准备给你的。看一看环境。Wake up.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Yo, set your affirmations, aspirations. I got shit to do, the aftermath of preparation. Good food, good food, blood in circulation. One step at a time. 还可以放东西呢。除了这一道桥呢，你可以这样走过去，对面呢下面有的河给你玩水啦，还是有些人要钓鱼等等都可以的。那下面呢还有另外一个木桥，也可以打卡拍照的。呜呼！耶！阿妈的回耶！姐打羽毛球啊，哈，我敢露供，我打羽毛球啊，李宗伟啊，直接给我他的那个朋友的心理医生的电话，叫我去好好检讨自己。你看我开球，我直接打到俄罗斯那边去。师傅，注意大家的鞋子。Oh no！ 大家的鞋子。Oh no！ 哈哈哈那你看我全世界各地去了，都在玩这个 ATV。那你们不需要走那么远，现在呢，你们来这个彩虹的露营呢，你们就可以玩到 ATV。快哦！嗯。你们可以来这里玩阿伯，两个都叫阿伯哟。哎呦呦！伯伯。哎呦呦 ！kiss 老婆了。OK。Oh, no. 你们以为来到这里是没有 line， 我在这里还可以滑 Facebook 的嘞，一流 very good， 给他 10 一百分。我现在要跳下去了，跟着我跳吧，差一点打电话跳。眼镜，忘记我的眼镜，我跳。耶、yeah, ！所以你们小孩子这里是不危险的，我这样矮的人哦，他都可以的。所以这里这个。白雪公主的七个家人都可以在这里玩水的。第二号选手，扑通！哈哈哈哈哈！自己扑通了，我们懒。How is this jellyfish？ 最多还说 dog， 最多是 jelly。我又去玩鱼啦，我就从那个直播小到大到中，然后吼，到我的电话没有电断线了嘛，然后我又继续吃东西了。哎呀，买擂台呀，买擂杆呐，一群十万，因为这个深山 cash only， no 分期付款。你看妹妹的狗狗多开心，它躲在那个小壳里面，因为它吃饱了，现在到我吃。吃饱到你吃啊？最爽呢，住在 camping 呢，就是可以带狗狗以外呢，可以和朋友一起在那边烧烤啦、barbecue 啦，吃什么懒都可以啦。
然后我又可以抽烟，哇，极爽 ！Oh my god！ 然后下雨呢，又当是大自然给你的冷气，我又可以翘着脚啦，这样吗？穿着我的 bikini 啦，就这样吃东西。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老婆 ，Happy birthday to you。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Wake up, wake up. 起床了，早安呢。起床啦。很好睡嘞，是不是嘞？这个好睡床呀。是不是不舍得起床嘞？啊，早上看出去的风景就这样子了。哇。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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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餐了，今天早餐吃什么？今天早餐吃那鸡肉吗？我们现在来喂兔子，它呢有八只兔子。老婆，你看那个兔子有双下巴的，看到吗？棒。饿了，老婆，现在我们是去钓鱼哦。对。怎么，老婆拿着这个打羽毛球的？夸张的，不可以缺少，不可以缺少一个打满场。在冰上不会打，不用紧，打蚊子会打。老婆丢那鱼钩时，小心后面的人呢、啊。哈哈哈哈哈！哇！他现在那里我都不懂哦。老婆钓鱼钓到那个去野猪去，我其实不要杀生，我钓椰子，结果丢了三次，我丢到椰树上啦，丢到勾到网啦，勾到草，我不知道勾到什么，然后勾个新老公回来，我有了啊，原则删掉，吃掉了，我钓了个空啊，你看啊，还在跳哎，哎，不不。姐姐也是为了喂鱼的。Hello。哇！老婆在干嘛呀？对了，就做这样。Berry 可以吃的。哎呦。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他的厕所，你要尿尿大便啊，然后这里要冲凉也是有热水凉，你们要用他的这个 multi-purpose hall 啊，打麻将啊，就在这里咯，也有冷气，所以如果你们要来这里的话，可以打下面的电话、Instagram、Facebook， 因为这里非常方便，然后他也不闷啊，好像我是比较城市小孩，你叫我去森林中间睡觉，然后我厕所要自己挖洞啊，像其实我都有一点怕的，所以这里是合适的。那两天一夜的旅程到尾声了，还有一点我忘记讲，他去冲凉除了热水以外很方便以外，有人雇以外呢，他 park 车的 car park 只是 right next to 你的帐篷不了，所以如果你们有很多东西拿，你们在那个车放住在车哦，你们拿下来。就是在你的露营地，直接是隔壁的，所以非常方便。下一个影片见。